发电很传统的一个这个存水的洗头的东西，一是可以节约水，第二个就是烧锅，冬天用这个的话可以自己把热水搁进去，完了再上凉水就行了。这就是很传统的一种方法。夏天呢，我们会用热水器。热不热？啊，行，正好，正好。这个理发的最基本的就是洗头了。洗头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摸到这个头发，它的手感，还有它这个头长的形状，几乎都可以第一时间能感觉到。稍微齐一下边儿就可以了。啊，行，你快弄。头发平常往哪边？往这边。对，往这边。嗯。25岁的傅雄涛，10多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理发，母子俩租下老城区大街上的店面，慢慢经营出口碑。我们这边理发店。头型可以说千变万化，但是唯有不变的就是人的头型不变，就是不是头发，是。就是头长的什么形状，只有几个固定的情况，它不会变。按照它头长的基本的情况，去给它做不同的发型。我经常都会这么站着理发，不习惯坐着，坐着有点不太方便。现在我们这些头发不用去学，就是我们会剪会做，就是稍微变点形我们都知道怎么变。就是我们在现在有一种那个头型这样的长的快到肩膀上烫的这个弯往下那啥的，还是我们给人家那啥的做的第一户吧，在保底原来都没有这头型的，我们给做完之后，后边都看我们的头型好看，都问到在哪烫在哪烫，回来结果都歪了。这边做菜喜欢放淀粉，我们那边做菜不喜欢放淀粉。他们那喜欢吃甜食，我们老家不吃甜食。傅雄涛和他的母亲都不是天津本地人，他们的老家远在湖北。这个是我们老家的那个煮的藕，这边都不这么做，就是我们老家喜欢这么做。或者是说谁要身体不太好的时候给他做做营养，给他补充他的身体健康，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刚满月没多久，母亲就带着傅雄涛离开伤心的婚姻，来到天津北边的老县城保底，独自一人拉拔他长大。到这来的时候才开始，我就说打工吧，打工我抱着他呢，上厂子上班没人让我上，没人让我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完了之后都自己找点活干，自己找活干也不知道找什么活干。回来，弄点菜摆好几天没人要。回来，又那个弄点钱弄个摊儿，卖1年多衣服。我老家经常会晾菜嘛，你看这个透着光非常好看，以前是绿色的，完了就是什么菜？金黄色，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菜，我妈会琢磨点，晾点菜看看。那你自己喜欢吃湖北菜还是天津菜？就是我妈做什么菜我就吃什么菜。
从不挑食。筷子我拿了。嗯，这儿有一双。现在的空间，店面连同起居十多平大，吃住做生意全在一块儿。拌饭吃饭，味道真是不错。嗯，这藕的味道是，真是，我妈做这个胃口非常好，不像天津这个吃藕，他们都喜欢吃那个切的。或者是凉拌的，嗯，他们都吃生的，那种，就是用热水焯完一遍就拌，那种。顾客上门时间不固定，时常一忙起来，三餐都难兼顾。像有顾客的时候，吃饭就不会这么按点吃饭了，有的时候赶上两三点吃饭。有的时候一天都吃不上饭，嗯，你这样有力气吗？感觉还好，一来顾客这个精神就来了，咱就不会觉得饿。亲爱的河北省乡亲们，大家好。随着日照越来越短，严冬已悄然而至了。当此时节，总挂念着远方的乡亲是否安好，慈济人抱持探望老友的心情，再次来到河北省。他拿一个单子给你拿一个本来，他不送工就给你拿。对，不用着急，他是按这单子。他是按着一个单子领一份儿，签个字。对，不用着急。牛岗乡您谭云，您两口人？啊，对，跟老伴儿。哎，都是我们家。那孩子们都在外边。孩子们都在外边。就这保值一千个。离这远吗？不远，十里路吧。十几里路？啊，是的，十几里。十里路多点儿。啊，多点，多不多？怎么来的呀？坐三马来的吧。坐三马来的。王景堂。您今年多大岁数了？62。62，老伴儿呢？老伴60。60，嗯，给你们添麻烦的事。哎呀，没有，你们能领物资是我们最好的，最好的心情了。还有好啊。12月初，傅雄涛和上百位志工一同前往太行山边贫困的农村，在这里，他用镜头记录下所见所感受的一切。他可能就是，他们家，就是因为今年干旱。什么农作物都没有，平常只是种点地底下比较深的那个山药，嗯，还有这个玉米呢，他给我就是用手比了一下，也就这么一点儿，还不是很饱满，基本都不会像我们这里这么大个的那种玉米。都说这一袋面能吃多长时间？哎呀，你大爷都太大，我这一顿呗得30000，都是慢，我的妈妈这真的这样都是大，30000一碗汤。那菜吃什么呀？几乎不吃菜。经常为什么不吃菜呀？他我也没能挣钱，我买不了菜，买不了菜，上不涨。那菜那个。屋前面没有菜园什么的吗？没水。没水啊。干旱。啊，干旱。在他的镜头里，有着时下90后年轻人少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同理心，
这份同理的心其实与他从小到大刻苦的成长经验有关。小的时候就是我也是身体不太好，我妈就是为了我，就是为了我的这种病情，可以说到处去借钱，跟亲戚借钱。我记得当时一次的诊费可能就要500-600。当年母亲带着年幼的他打工相当不容易，为了挣钱糊口，从早到晚肩上扛着好几份工作，也有到马路边去做过小吃早点，我妈会去蒸包子，去做一些粥啊，再拉一个小车在路边上卖。对，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生存，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维持生活。一直到现在，记忆最深的是他七岁那一年，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光所有家当，最后母亲只好上街帮人理发，一把剪子，一把凳子，一颗头一块钱，慢慢攒出如今一家店面来。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真是很深刻，就是还是那句话，很不容易。你看像现在我理发尽量就是我多做一些，让我妈就是稍微就是休息一下，去挽回就是当初为我妈为我而做的很多的付出，尽量弥补。顾客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先做头发，等他们走了，我就是接着继续给拍视频，这样的两个都不耽误嘛。这个也要做，头发也要做。拿起摄影机记录拍摄是傅雄道这一年来全新的学习经验，面对全然陌生的机器，一切从头学起，观景窗的世界却奇妙地看见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打成这大好了，是吗？那艺术太高明了，我这打的我受不了了。他上辈子欠我的。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感觉这个腰好像有点轻，反正他一打我真坚持。傅雄涛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一开始学习机器和剪辑，英文界面就像无字天书般的困难。因为我没上过学。只有上到小学，像那个打字我都要看着打，以前连键盘都是不会找位置了，都得看着一个一个这样的。打扫活动完成。感恩，感恩，这棉裤这给您拿的棉袄。英文来说对我非常陌生。我的辨识方法就是用自己的心去感觉它。一次记不住就两次，两次记不住三次，一定会把它记下来。不懂的他就会去找我问，就从来没想到说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个我一点的这种经验、学识、学历都不具备，一下子让我就去干这种东西，他从来没有这种畏难的这种情绪。对，那种热气腾腾的那种蒸汽出来，有这种蒸汽出来会能表示这个天气的寒冷，是吧？捕捉那个有蒸汽的这个。
看这个就忘记了，头部留这个上面要留一个空间，对吧？嗯，这也难免，因为毕竟又要采访，又要去看镜头。对，有时一问话就不看，不会看取景光，就会直接看他。王万军，天津最早承担影像记录的职工，也是手把手的带领傅雄涛入门的师傅。其实，在那个高点上，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回家的那种历程。嗯，可惜就是当时我发现有了，但是我想拍来不及了。嗯，但是我等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出来的人。像以前都有资深的施工。他们怎么样？会头一天会去踩点儿，踩点儿，他们就会去看现场的环境，然后什么位置去拍什么镜头比较好，都先考察过。身为外商公司的财务总监，对于摄影和剪辑，他和熊涛一样都是门外汉，也是靠自己慢慢自修学习。在这个位置，有没有采访到？就是一个是就是一整组我们的大姨王的访谈，一个是就是老乡。这个一路的过程确实是也是在相当于在黑暗中摸索吧，因为也没有啊前人去教我，那我也会自己去找一些书来去看他怎样去取景，怎样去衔接，怎样去把人物的故事讲出来，怎样的前后的逻辑结构。进瓷器也一样，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完全跟我做的财务完全是不相干的东西。数字是呆板的，是严谨的，是需要风险控制的。那对于人文至上美的志工来说，你是要有感情的，是要有洞察力的，是要有那份纯真的心去反映我们的真善美的。所以它是更多的不是逻辑，而是感性和你的心态。熊涛在拍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非常用心，他能够把通过自己的体悟，能够去用不同的镜头语言来表达人物的情感。没有加入瓷器之前，没有觉得可惜不可惜，只要能工作能挣钱，能帮母亲分忧。就是很好。加入瓷器之后，因为瓷器可以说什么样的学历都有，有上大学的，也有没上过学的，也有比较贫困的家庭也在做瓷器。我在想这个有学历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在瓷器的路上需要这些有学历的人，他的学识它可以帮助瓷器，就是说更好的去把一些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在年初，为了让更多志工承担人文记录，天津瓷器人规划图像、文字和影像的培训课程。王万军负责影像指导，他将自己累积多年的经验传承分享。我开始培训的时候有十几个志工，你真的不知道哪个志工会留下来，走到最后。那你开始的时候，你把你的这种，这种传授，你要对每一个人是均等的，你要给出去，不断的给予。那给予，那像撒种子一样，那最后总会有某几个种子去发芽成长出来。这是在高伟师兄做的一个这个在东区唐坊知识的这样的一个 PPT， 陪伴也是有很多方式，一个是现场的陪伴，怎么样去录，怎么样去拍；另一方面是后期剪辑，有时也要陪伴，而且做完之后的剪辑后的粗剪带，那也要去陪伴，说这些地方有哪些还要再改进。你看这个就是写静思语的这个小纸片，它是一大张改成的，这个是
这个就是不要过分的在意他人的声音，尽本分最重要。瞬间的提醒自己的身口意业，非常好，每个人其实都能用上。小学毕业后，傅雄涛的童年时光跟着宣告结束，直接跨进成人世界。他很早承担起家计，自然也少了年轻人自意而为的青春。你会很自卑吗？觉得说自己不如人这样吗？通过加入慈济之后真没有、因为慈济能让我真的让我的智慧能够提升，学到了摄影嘛，摄像，真是从这个方面让我得到了一点知识，再加上智慧的运用，通过自己的这些作品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也是很好的一个知识层面。喂，哎，师兄好，我问一下，那天就是从早上忙到下午是几点结束的呀？因为我本身很内向，参加慈济的时候我很少和大家打招呼，可是作为这个人文志工，就是要突破这个内向的这种境界，虽说是自己的学历可能不如人，但是有一种责任在，要把当时的情景人物都要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说这个真是突破了自己的内向，就是主动的去与人沟通啊，去记录、去访问。影像的世界帮熊涛开启生命里新的一扇窗，让礼法的天地不再局促，看见昂首的天空，也让他不受学历限制，组装自己生命的精彩。